红杉赚的钱又白供了，是不是？啊哦，新时代价爱如吃剑，没有工伤，谢谢。是不是应该给百姓个工伤？其实我必须替工人说句话，现在已经12:30，他每天熬夜到那么晚。你他妈熬夜再晚，有我晚吗？重点我还他妈没领你他妈的薪水啊！我靠的是在座的各位观众啊，有种！这一次他直接给我一个最速打脸，他妈的这边你们看到，我这边现场就一条龙送你当年终，这一台够狂的一波气爆刷过去，平民百姓圈四台最狂达人，你敢信？我要让全台湾的人知道你们经历到底有多难过。12+3，你就直接写2.3，各位观众。2.3，哦啦啊啦！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没有？150赞开始复活，一波按赞 7 按出去。今天平板机即将迈向魔力 4。153赞开始附魔，各位观众，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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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一波气刷过去啊！全台最欧实况组上线啦！全台最欧啊，智力6魔攻30 LV4 魔力啊！我们开台19分钟就要关台啦，是不是有点快啊，各位？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看有够快，厉不厉害？哎呀呀，看一定要嚣张一下，嚣张一下！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哎呀，啊！易如反掌啊，各位！易如反掌 ，OK 啦 ，T1， 我跟你讲，这时候先洗别的，因为这个已经洗到了。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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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什么？斗志3？什么垃圾啊？怎么有斗志3呢？奇怪。已经 LV22了呢。靠背魔力2，好了，好了，好了。啊，到这次，这洗满是多少啊？看你老师哎，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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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吧！啊，我们的莫拉币了，怎么办？哎，哪边可以 去搞这莫拉币啊？我记得这边里面有啊，这个对不对？这个我靠，1000颗哎！干，是不是要买这一包啊？干，才刚开台就要花3000多块，怕了，妈小啊！250赞一包，一包我就结束了 ，OK。你们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很多工程师的人混在聊天室啊，250赞给你赚，我看你你啊，直接250赞，我操！哎，今天官方派特别多人来，哎，各位观众，哦啦，来喽！第一次来的观众哈，注意听哦，注意听那个声音要听清楚哦。好，如果喜欢这一台的话，请记得右下角按订阅，右下角按喜欢。订阅旁边铃铛按下去，随时可以刷百姓挑战高桥名人16连击手速的消息。诶，这是什么？跳啊！一波 7 杀过去啊！哈哈哈哈！哎呀呀呀！替换替换替换一波七啊！哎呀，替换喽，替换喽！哎，不起，上电视喽。OK。嘿嘿 ，OK 了哈，
请叫我附魔之神啊，各位。来了，喜欢这一台的话，请记得右下角按订阅，下喜欢订阅旁边按下去，随时可以抓到百姓挑战高桥名人16连击手速的消机机。变豆子来了！喜欢这一台的话，请记得右下角按个订阅，右下角喜欢订阅旁边按下去，随时可以刷百姓挑战高桥。注意听那个声音，嘎嘎嘎的声音，高桥名人手速的消息。我们今天即将成为超大大魔导师了，各位可以一波气刷过去了。知道我卡穿几号无啊？知道我卡穿几号无？今仔知道我穿几号啊？吼，十号半哈，一包就解决的事情，谁在跟你两包啊？我操！你要看看我底下这一包吗？很大包啊，兄弟们，很大包啊。OK 啦哈，替换属性，去嘞，确定。OK 啦哈，先洗满对不对？我的建议是这样啦，与其锁这个对不对？我又还没满，我不如直接洗，听得懂吗？听懂这个概念吗？这个概念吗？概念吗？概念吗？没有满标锁，对啊，我就没有满标锁啊，怎么办？600占两单是不是？工商赚的钱又白供了是不是？不好意思，今天没有工商哦。哦，对不起，我说错了，我再澄清一下。啊哦，新时代价爱如吃剑，没有工商，谢谢。天呀嘞，这是我花自己的钱哦。但是各位凭良心说，是不是应该给百姓一个工商，试着一波气刷过去？然后讲完，才刚讲完，500安赞再出一单怎么样？然后莫名其妙，官方很多的工读生就在聊天室里面，然后就开始帮忙按赞，然后马上500赞，我们就出一单，我就落入这个无尽的循环，不相信是不是？你眼睛看着那下面的按赞，500安赞没看到，你看看我没有说500赞很快就到了，有没有看到？你看官方请了多少工读生来这边按赞叫我出资，那水军你看看多明显啊，对不对？不然你是水军，你看都有自己承认的，你看聊天室都有自己承认的。好，我们出纸哦，感谢你啊！来了一波 7 刷过去，各位观众，1000莫拉币万圣节附魔礼包，阿拉阿拉 Q， 谢谢各位。来了，各位观众，阿拉阿拉 K K， 阿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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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工，啊！喘一下，喘一下。民工，哎，没了，没了，干活好快哦，三分钟内结束。好空虚哦，哪里还可以拿莫拉币啊？钻石商店，各位观众，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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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我这样就能够冷静下来吗？各位，有人知道了是不是？武器中加13是不是？是这样是不是？700仗，我们来碰武器怎么样？跟你讲哦，聊天室里面很多水军哦，他会在最短最快的速度内要到700哦。700暗战了没有？你看我就说，700暗了，你看有没有？
你们看这款游戏多可怕！纪念，祝福纪念。哎，要祝福纪念吗？下十三不用哦，十二生日三不用是不是 ？OK， 一波七帮我刷一下，各位。第一批买新有没有可能直接16%一次中加13，如此猖狂，你敢信？你敢信？啊！谁说不会的？谁说没关系的？他爆掉了，我的武器爆掉了。我的武器花爆掉，谁说不用的？你们是不是骗我？欺骗我的感情，讲什么？我亲像天顶的盘子，讲什么？这个情人不用放祝福。我恨你，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你这没良心的人，敢爆掉了？好，这下我有个修理的，我记得。修复，裸冲是不是？要不要裸冲啦？敢不敢？要是共胜利暗暗战几年啦？750战，我再裸冲一次给各位看，敢不敢啦？敢不敢呐、啊？我呛你不敢，怎么样？打我脸啊，笨蛋！759战，有种！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做最速打脸。各位观众，重装一字诀，哪个字？聊天室，刷起来！啊啦啊啦，重装一字。我可不可以放祝福了、啊？你啊，你看心脏好痛、哦、我先确认一下祝福的那个石头一颗多少钱啊？你啊，我看一颗多少钱？一颗7500，要12颗，90000Z 耶！这个呢，200×3，600秒而已，一个60000Z。冲装一字诀，哪个字？啊棒！你洗打打错字了啦！看怎么那么多水军呢、啊？一定要我来打你的脸就对了，你的脸一定要这样一直嘟过来，是不是？好，你要嘟来，我跟你嘟的好。我跟你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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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各位观众，阿拉阿拉，重装一字诀，扛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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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 KO。重装一字诀啊，各位观众！啊，一波七啊，一波七 啊！不好意思，画面看不太清楚，是不是？一波七啊，狂啊！我看你娘的干！哎，干这有点难哎，12到16要3万台币哦，差不多哎。我想一下，我想一下。哎、啊，谢文你，谢文你，裸冲到14，我给你5000打赏5次以内，是不是？5000港币是不是？是港币是不是？这样不好意思啊！哎呀，不是我在说的，我跟你讲，我就裸冲一次，好不好？就冲着人家15块的港币，这次假设过了，对不对？真的不用抖内，常来我的台，帮我订阅赞助会员就好了，75块台币而已，好不好？各位观众，平百姓将创造出好前进传说，爱如初见最狂冲装实况组，不放祝福上纪念。如此猖狂，你敢信？负一，怎么办？你要怎么办呢、啊？
我让你看冲撞一次觉是哪个字啊？怎么那么多爆啊？那个是不是没在看台啊？啊，是没在看台啊？啊，各位观众，冲撞一次觉到底是狂还是爆，还是狂爆呢？哦啦啦 ，cake， 重装一次绝啊，狂啊，狂啊，别的看不到啊，我靠北啊，别还看不到，我感好痛，看不到，看出去来，我刚一口掉，看我觉得刚刚不知道干嘛，我真的是疯了，来吧，哎，这本莫拉硬币耶，可以买两个耶，哎，看看他妈的我在干嘛，看着跑去买莫拉硬币。哎，这莫拉硬币，干有八包哎！哎，我在干嘛？我干嘛去买莫拉硬币啊？等一下，我有点那个，我不受控，不好意思，我得了一个病，我得了看到礼包就忍不住想买的病，怎么办？病得不轻，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了、啊，把礼包买光就没问题啊！把礼包买光就没问题啊！哎呀呀，我真是聪明哎，没钱了。哎、欸，干没钱哎，干这个要7600哎，900单再除一单是不是？你呀、啊，靠你，可不要按赞了哦。那我真的有点上头了。当实况主不上头，当他妈什么实况主？900按赞，他妈的再除一单，大单的。934赞，谢谢各位各位观众，哦啦哦啦。阻止了，我阻止了各位，又要买礼包，怎么多礼包啊？不是啊，兄弟，你阻止之后，你又要花钱了。你看到礼包，公司可不可以不要让我看到礼包？我跟你们讲，不要看到礼包最快的方法，有没有？一波气刷过去，啊，礼包不见了，礼包不见了。你还想让我处置是不是？不可能的，兄弟，礼包是买光了，可是你的钱也花光了。重装一次绝啊！各位，给我那个字，很好，两个字刷起来了，狂暴是不是？不好意思，只有一个字哦，重装一次绝，各位观众，哦啦，啊啦。刷过去，刷过去，刷过去，重装一次绝，哪个字？一次直接加10字，如此猖狂，你敢信？重装一次绝，哪个字？狂啊，各位！狂啊！慢动作的嚣张之角，没问题吧？这种冲装的东西不要问我，一次就过的东西问什么问啊？浪费时间啊，啊，几包几杯冲啊小了，靠腰又来一包是怎样啊？啊，加十五。哎，数据台又来了，传说武器矿石这个200块，浓缩神之金属50块，冲一次4835秒，哎，我算台币给你看了，按一下3223块，用一般的，好，我可以用一般的算算看，哇，一次1976，哎，差很多，哎，1200赞，我直接上这个好不好？怎么样？我给你一个让它坏掉的机会，我顺便让大家，让全台湾的观众知道，加十四坏掉是要一次要修多少？哎，等一下，没有坏掉这回事，只有过而已，好不好？这样。谁他妈干乌鸦嘴？呸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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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过了，1200赞，1200赞。
我跟你讲，工程师们就一次过的东西了，两次如果爆掉，他妈我就认了，就代表官方的工程师上线了。OK， 准备好了没有？我们要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到底平凡星有没有可能一抽入魂上十五最狂达人 Legacy？没事，再上来了。究竟平凡星有没有可能在海底捞月一次入魂上十五？罗振灿，狂地感谢，好了，好了，好了。我心脏快停了。这是很难冲啊！我操！等一下，梁先生，我直接问一下，这样比较快。要用祝福还是传说？干一顿出祝福，做祝福也有血，不会降级。它是不会降级，没错啊，但是它会坏掉啊。来，我跟你讲，1350赞，我来灌这一包好不好？兄弟们，爱看传说是不是？我让你们看看是什么叫做传说中的冲装达人。OK， 干1350了。我有祝福啊，可是不够啊！我身上有祝福了吗？我身上还有哎、欸，那几个哎、欸，直接冲哎、欸！那谢谢各位的按赞喽，可以一波七刷过去喽！各位观众直接冲上加祝福，一次十五，你敢信？我们啊！我的喉咙快破了，可以给我过一下吗？一次直接上十五，观众祝福你感谢。好了，敢真的会过吗？我还有祝福的吗？祈愿的币可以换是不是？听说有个人他妈的以前抽一大堆时装，身上有一大堆金币，对不对？这个嘛，是不是啊？哎呦，这他妈干这种，哎呀，这种金币之王换的东西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啊，喷工程师是不是？工程师，观众叫我喷你的，我很不想喷。其实我必须替工程师说句话。现在已经12:32，他每天熬夜到那么晚。你他妈熬夜再晚，有我晚吗？重点我还他妈没领你他妈的薪水啊！你有领钱，我有吗？我靠的是在座的各位观众啊！有种，这一次他直接给我一个最速打脸，有种你这一次过！他妈的，这边你们看到，我这边现场走一条龙，送你当年终，觉得够狂的，一波七刷过去，打我脸啊，笨蛋！妈妈。我好害怕，老师，我可以求求你吗？我想给你年终奖金，就这次，好不好？可以吗？这次我帮你加年终奖金，可以吗？我给你求啊！求你老母嘞！我要让全台湾2582的观众看看这个几率，他妈的跟你的屌一样大！我们让全台湾看看那公司到底有多大。看清楚喽！一次直接上十五，嘴速打脸小鸡鸡，各位观众，啊啊啊 ！K， 看不太清楚，那什么小鸡鸡哦，我好像懂了什么了哦啊，个小鸡鸡哦，我懂了，我好像懂了什么了，小鸡鸡啊，小鸡鸡啊，刚看不太清楚了，太小了，看不清楚。OK 了哈，没什么问题嘛哈，我们只是证明到底是大是小而已。我再给你一个澄清的机会好不好？到底我们的敖仙境传说工程师是大棒棒？还是小鸡鸡呢？到底平凡星会不会真的被官方公司最速打脸呢？各位观众，我啦！啊，我不
不解释了，等一下可能会有秒关台的剧情发生了。这个鸡鸡有多大多小，你们都看到了。我最讨厌在那唧唧歪歪了，好不好？不相信，我再试一次给你看。这一趴凶了哦，这一趴是传说中的连点。来，这一次假如你过了，对不对？我刚说好答应观众的这一单，我再多这一单，好不好？3290跟1560，我还是可以给让你打我的人，连点两次，只要过一次，一加一单。各位观众，终于平凡心有没有跟顺利帮我们的工程师加码送出这一加一单呢？有货色是工程师小鸡鸡呢？各位观众，我啦啦。怎么办？冲不上去。这是刚答应大家的那一单，这单照出吧。哦啦啦，开吧，没毛病啊！来一次的机会，好了吗？各位观众，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近40年来的照顾以及鼓励，百姓放在心里已经很久了。就在今晚的这一趴，跟各位敬上由衷的感谢，祝福啊，祝福精炼，也祝福各位观众以及百姓能够每个人都直接冲上加15，如此猖狂，你敢信？这个15会上吗？等一下，我先确认一下，是不是有人有15这种装备，还是准备个50万之类的？你公会有，他说他12次。原来是玩大的，怎么样？1577张，最后一单。1595张，各位观众，1877。来，该买的礼包都灌完了齁，不该买的礼包你别想加年终 KO 啦。好了吗？最后一冲了啊，到底平民百姓有没有可能在这最后的海底捞月一冲能够破除工程师的迷咒，亦或是做一个负面中的负面中的负面中的负面？各位观众，海底捞月把礼包都除掉了，你又被冲啊！等一下，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怎么样？怎么样？冲装一次卷哪个字？刷给我看，各位！冲装一次卷，狂啊！啊啦啊啦！花光了，我花光了，我没有钱了，我把金币花光光了，石头没了，铜币没了，加15也没了，连金币都没了。上次八扇门当祭品，今天就是八角兽，你要当祭品了。养兵千里用在一时啊，八角兽，辛苦你了。八角兽分家，可怜可怜的八角兽，干，连铜币都不够哎，全部都不够哎。70图纸可以卖掉是不是？那我是不是可以卖50级的图纸？
现在图纸超级便宜，便宜到一个靠北。但我现在已经沦落到卖图纸了。来吧，187，公司我给你一个翻盘的机会了，但我们和好好不好？我们和好了，好不好？我跟你个 man talk 好不好？这次过了好不好？来啦，要这样嘛。高三子，我跟你求，我今仔日开90000了，我买无钱啊！你一定以为我会再变另外一个人格，对不对？然后呛你，没有，这次真的不会了，真的，我保证，我就是这个人格了，我跟你求好不好？我不会变另外一个人格，我跟你保证好不好？伊甲你保证的，毋是我甲你保证的哦，迄是伊哦。你当作你袂甲你求的，我甲你几年啊？各位观众，俺就是硬脾气，那是他求你，不是我求你。给我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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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下下下下下去！各位观众，啊啦啊啦！反正不要弄负面的嘛，不要玩大的，对不对？这一台哪个字？表演师告诉我哪个字？狂是不是？重装一次绝！好啦好啦 ，kill！ 来，海底捞月了，真的海底捞月了，所有能买的礼包全部被我买光了，已经真正海底捞月了，来吧，各位观众。到底平百姓有没有可能在这最后的凌晨12:58创造出这谭丽儿01不可能的传奇？一次海底加15，最后猖狂，你敢信？凌晨一点准时关台，是不是？公司精华检讨剪满了。我跟你们讲啊，14次哦，14次哦，甘霖老师哎，传说十二都没搞啊，怪啥理念呢？然后重点是，你知道啊，像通常这时候我关台，我就这边按加，还要按下去，然后还去除那个喵果，操他妈的，还要除钱给他。阿法能量体，我想买，来吧，看到没有？你们只是不知道，我关台都在除值，对吧 ？KO 啦，关老师来。再出一单啦、啊、因为我身上没钱了，来一波七吧，要12颗是不是？这一台够狂的一波七帮我刷过去，最后一次了，真的最后一次了，我不想再出了，我不想干这么差的示范了。平民百姓圈四台最狂达人，你敢信？各位观众，公司有种就不要过。我平民百姓不屑你他妈给我过这一次，我要让全台湾的人知道你们的几率到底有多难过。12+3，你就直接写2.3，各位观众2.3，啊啦啊啦！哎，慢点。舒服啊！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请记得右下角按个订阅，右下角喜欢订阅旁边的按下去，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记得分享给你好朋友。我是平白星，我老。